这驴同情我的这岳驴鹤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，我是鸽子。想让你这驴片震荡震荡，然后打个驴锅去。这都拍电厂，这是。啊，咱这都到大腿了，我。到。啊。奶奶，这位置，这两小不是，这是不是？哎，这不是，这不是这是的吧？哎，对，这啥？一会儿出来呢。他这脏又成熟了。可是不说别人，他这火大，他这平时火的油管不开，天气也大个没得。我想说再倒。你老公在这盆回来再倒回去，我看你倒上也提前准备。别着急，咱出来了。快！你可鱼的不少了。那肯定得鱼了。鱼的不少了，你倒啥锅准备？倒个吃三锅够不够？吃三锅这么多吧你？啊？吃三锅这么多？这么多？嗯。这么多，刚配上点鱼的了，快死你了。阿婆啊，阿婆，我把我这一块你给你填了。行，让咱大盆盆出来了，看见这里肥嫩的肉，吃这中正。好，咦，出来吧。咦，不是你，死了我呢。哇，那些猪肉可以抵着我放了。和死不完的还留出来，那是的，我给你压对那驴。出来倒个盆儿，又绕个锅。本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，下次节目再见。走走，走回家。不服你了，我就那鼓不住你吧。